喂 ，Hello， 刘处长，认唔认得我？我想你帮一个人，我将阿俊成之法，系因为想保住佢条命。你而家系公然挑战香港警队。 我挑战你，我保证佢会得到公平嘅裁决。你唔到你话事，你再踏前一步，我即刻同你开战。我奉陪。 就算是非常时期，你都不可以用非常方法的。